孕晚期，这四种行为孕妈最好不要做，否则引起宫缩就麻烦了。孕晚期，这四种行为孕妈最好不要做，否则引起宫缩就麻烦了。一、不要乱发脾气。一般在孕期的女性朋友，脾气都会变得格外的暴躁，因为怀孕以后身体带来的各种不适，以及妈妈们每天担惊受怕的心态，都会成为孕妈妈脾气暴躁的原因，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。其实也都是因为孕妈身体激素水平产生变化的影响，但是孕妈妈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以免引起肚子中胎儿的不适，对宝宝发育造成影响。